上天崩，你关了一扇门以后，你不要急着去找一扇窗口，要学会开门，更努力认真，你会发现梦想在原地等着。一开始输在起跑点了以后，你不要在意那些人的冷落，相信自己了，你会成功的。还没到终点，谁都不能夺舍，你可以的。欢迎收看《潜龙谍影室内趴 RPG 游戏》，我是尼亚斯。那继上一集，我们就继续吧。那这边呢，前面攻略过的东西，我就直接跳过了啦。OK， 我现在两边都去过，都去完了。现在我要去中间这个地方了，所以我们等这个守卫路过之后呢，哎，好阴险的方式哦，我们就赶快上去吧，看他这边有什么。哎，有那个哎，哦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哦，一个通道，然后有纸条，不明碎布一，看一下。这里只有一扇高的要命的铁窗，加一个牢固的门。铁窗外还听得到风呼啸的声音和角蜂鸟的叫声而已。嗯，有宝箱哎。我看一下我现在弹药是多少，六发。我不知道它可以装几发，应该只有六发。我先不要好了，因为目前我都还没有用到弹药。我看它这边是什么地方。哦，这个是，哦，是奴隶哦，吓死我了！我想说这边有那个敌人。哦，我可以跟奴隶对话。你是谁？你是新来的吗？不要趴在这里。你找葛拉宁，他在那个角落，不帮忙就快点闪开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赶快记录一下。然后我找一下，这什么？我可以躲进去吗？不行，这不能躲进去。然后这边都不能拿什么特殊的东西耶。这边有哦，小鸡耶，好可爱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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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我想看一下，因为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啊，这离开用的啦。哦，因为我这边哎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可以开吗？不行，这被锁上打不开。哦，我们要找的应该是这一只啦。对，剧情好可爱哦，好累哦，好累哦，居然这样虐待动物，真是没爱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早早就答应他们协助研究了，不行，怎么可以有这种苟且的想法？被利用到没利用价值后，还不是一样会像免洗筷子一样舍弃掉？这位小鸡，先停下你的自言自语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咦，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特务史内帕吧？你认得我？天啊，在基亚镇时就常听到你的传说，没想到本人居然会亲自前来救我，真是太荣幸了。不对，这种时候讲这种话太不知情况了。那现在我很兴奋啊。先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叫做葛拉宁，是住在基亚镇的生化研究员，前阵子被绑来这里，然后协助研究什么矿石的精制法。我不听从，只好来这边做苦力了。还有什么想知道吗？一开始就能这么简单扼要的自我介绍的话，就不要这么拖拖拉拉的啦。我是受王国的委托来救你们出去，快点动身跟我走吧。你说要逃走，但是这里唯一可以逃离这里的通道上都是陷阱，根本过不去啊。我去找找能不能关闭那个陷阱，毕竟要是不能关闭，敌人自己也无法通过吧。那就万事拜托你咯。对了，之前有听到士兵们交谈中讲了什么，在十字架座前立定祷告三秒即可得救什么的，不知是不是密语还是什么机关之类的，希望对你有帮助哦。那个，我记得那个十字架的地方好像是在左右其中一间吧？啊，应该是在右边，右边其中一个房间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
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架在这个桶子上，然后我自己跳进去啊？会不会有这种可爱的设定啊？好，我们从这边出来了，但是我想再看一下右边是什么。哎，有一个小箱子，哦，是材料，好多药的材料，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回去可以拿到药吗？哎，通风管外的士兵正在谈话，中央通道都没有派人在那里把守，万一那些奴隶跑掉了怎么办？那条通道上布满了陷阱，哪个傻子会上去啊？不需要浪费人力去看守啦，说的也是，再加上通往宿舍的机关门无法从这一侧打开，他们也不可能往回跑，那么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们会逃跑啦，哈哈哈哈。讽刺的是，要解除陷阱的方法，一想到这方法就让我发笑。对啊对啊，若想得到救赎就待在十字架前祷告什么的，真是有够讽刺。要好啊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不是吧，我们回到这里来了。我记得那个点在这里其中一间房间。好了，我们回来这个资料室了，这边有两个十字架，是哪一个啊？我们在这个，好，一二三，哎，可以了，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一二三，哎，有嘞，哦，好神奇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梯形转把，哈，所以，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到这个地方了，我记得唯一可以转的就是这个地方嘛，可是这个地方，哎，那我要怎么，哎，那梯形转把我是要，哎，哦哦哦，原来如此，19转 OK， 哦，酷，然后再来这个是95转，好，95转 OK， 然后这个是11转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哎，哦，不对，11转，按太快了，好，最后一个25转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拉把给拉下去了，有用了吗？应该有了吧。那我们现在赶快离开，回到刚刚那个地方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，那个陷阱全部不见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找那个格拉宁，对不对？小鸡。然后我顺便在那边再存个档好了，略过它。OK， 我回来了，小鸡你在哪里？小鸡还在这边。陷阱已经关闭了，可以安全通过了。什么？你真是神通广大，不愧是传说中的特务啊！太好了，因为敌人仗着陷阱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士兵看守，看样子大家都能得救了。是否要储存进度？好啊。然后嘞，剧情，那你打算怎么带我们出去？想办法将门打开，冲出去，从通风管一口气到逃生路。我觉得从通风管比较安全哎。试试看通风管好了，好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从一般的那个路线走的话会有危险。我看一下，我现在，哦，我现在好多人哦。OK， 从通风管应该是最安全的方式啦。有了，你看，蛮安全的。哦，记录记录。魔王战前要补充子弹吗？弹药补至14发，路上捡的弹药要10发弹药才可以击倒、哦。好啊，然后顺便存个档。OK， 所以这个可以存档，又可以存子弹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成功耶！ Yeah! 然后是魔王战是不是？哦，那我们这一集直接魔王战好了。太好了，越过前面的桥我们就安全了。那也要看你们过不过得了。是追兵来了吗？我们快点冲过桥，我来殿后，史内帕。我任务是救出你们所有人，别担心，快点过桥，大家快加快脚步。奥赛库罗，怎么是一只猫啊？真的好久不见，我可是无时无刻都记着你啊。奥赛库罗，为什么你和这件事有关？难不成你加入了法可纳迷国吗？哼，我的老爹都是因为你见死不救才殉职的，今天总算可以报杀父之仇了。
史奈帕是我的，所有人都不要出手，等我打倒他后，你们再去追人质。遵命。不想让人质又被抓回去的话，就先过我这一关吧。所以这 boss 要怎么打？人类？喂，不是吧？哎，喂喂喂！哇哇 ，what？ 人呢？呀，人呢？不是吧？这种攻击方法有点太阴险了，这要怎么打、啊？我的天啊！我躲这里好了，反正他一定要在我前面出现，还早呢。我只剩三发子弹了，他不是说要十发子弹吗？OK OK， 剩两发，剩一发，我没子弹了，我没子弹了，等一下，我没子弹了，我没有子弹了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没有子弹嘞、欸！哎、欸，作者，你不是说有15发子弹吗？我没有子弹嘞、欸！作者，子弹嘞？子弹嘞？作者，子弹在哪里啊？作者，我死了！哎、欸，作者，你骗我！子弹嘞？作者，子弹嘞？作者，子弹嘞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有14发啊！好，我再补一下。他说要10发才能打倒。好 ，OK， 重新开始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好，我现在只剩13发子弹了。他说要10发，对不对？下面那个猫是怎么回事啊？有了，有了。我希望他可以从上面来啊，他从上面来我比较打得到。OK， 他从下面来我比较难瞄准。有了，哦，不愧是史内帕，我也要拿出真本事来对付你了。你要拿出什么真本事？不要靠近我。哎、欸，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有几只是假的、欸？哦，我有打到真的了，真的可能会在前面来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在后面那一只，真的那一只比较深色啦，浅色的应该是假的。这样要眼力，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是敌人，没错，我们只剩一滴血了，不能再被打了。希望他从上面来啊，有啊。麻到全身的毛都站起来啦啊！要从最后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输了，不是吧，作者？好，再一次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从上面来、欸，哎，拜托了，哎、欸，人呢？我没有看到人呢、欸。他是当掉了吗？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人哎、欸，来了 ，OK，OK，、OK OK, 很好。哎、欸，我损血了。他从下面来，我好像打不太到他。哦，从下面来的话是牺牲打哎、欸，哇哇哇！哦，有那个。分身出来了，分身出来。下面那个是真身，把我只剩20滴血了。从上面来吧，拜托。来了，下面来了，有了、欸。我提早发射的话，他不会打到我哎、欸。上面那只才是真身，他好像分身碰到我真身就会先消失，再重新来攻击一次。哇，我好像只剩10滴血了，哎、欸，我赢了，
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耶不愧不愧是史内帕，传说果然名不虚传，居然可以看穿我的喵喵残像拳。哇，这名字还蛮酷的，喵喵残像拳。为什么神奇宝贝的喵喵没有这一招嘞？听起来蛮强的，再加以回击。大人，接下来换我们来对付他，不是吧？不用了，连我都对不了这样的人，你们上了也是一样。人质也都跑远了，现在大概也追不上了，我们撤退回去吧。但是一切的责任由我来承担，撤退。是，遵命。人家怕，别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，我和你的账还没有算完呢。奥塞库罗。啊，所以还有下一关了，我以为全破了说。杰尼帕先生，虽然传闻中你说您的身手如何了得，如何神出鬼没，在没有亲眼见到前，其实我很难相信。如今所有的研究员都被你救出来了，真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所救出来的都会回到原单位，感谢你的相助，我代表所有人向你致意。哇，谢谢，太小看你了，也在此向你表达歉意。我能做的顶多如此。接下来剩下的就是梅塔尔王国和法特纳米国的沟通了，才是你们的难题，政治方面就不是我可以插手的了。接下来就要回去请示陛下，讨论出如何和法可纳米国和平共处才是。那我们先告辞了，那再次感谢你的相助，史内帕先生。存档，好啊。史内帕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其实在执行任务时，我有找到这些布片。史内帕递出了八块布片，并将布片拼成一张，出现了以下内容。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我只知道有一个高的要命和一个牢固的，还有风角。好，是想要引出他来吧？搞不好会全军覆没。只希望我被关着这期间，那小子不要太冲动乱来。哦，你能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找到我吗？是不是隐藏要素啊？搞不好是哦。仔细看看这些暗语，是卡兹多罗和你专用的，所以是卡兹多罗哦。哦。但卡兹多罗不是一年前已经殉职了吗？仔细想来，卡兹多罗死亡的情报是法可纳米国放出来的，我也没有亲眼见到。等等，这些该不会是奥塞库罗在玩什么花样吧？你想想看，他不是对你有着杀父之仇的误会吗？虽然话是这么说没错啦，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决定去一趟福克斯要塞看看。福克斯要塞，你是玩真的吗？这是当年你和卡兹多罗一起出任务时他殉职的场所。哦，去调查要塞的理由呢？因为第四行写着铁窗外面听得到风呼啸的声音和脚蜂鸟。哦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是希望还是陷阱，我都要去亲眼见到才行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会在噩梦中度过的。史内帕，我了解了，那就继续在这边支援你吧。OK。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事情这么严重，我也来帮忙支援吧，爱心。简直就像梦一样呢。谢谢你们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关终于给他破完了，我们先补个血，存个档。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开发啦。OK。所以现在我看一下这个小鸡它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发啊，疗伤药哦。古铜锁钥匙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小的疗伤药了。哇，好多东西可以做，天哪！弹药效力的强化丸，幻痛受干。什么东东啊？能让敌人警戒移动速度变慢。好的，我们就先暂时这样，我再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哇，我们现在拿到了全部六关的奖章，不过先这样啦。然后我想要把我的
弹弓放回去补充一下子弹，然后存个档，存在这里好了。哎，对啊，两个都存一样好了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会说什么。你已经回收回来了吗？哦，哦，他说，哎，他刚刚说什么回收回来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所以这是应该是最后一关的啦。然后我们之前的那个东西可以到前面的据点去回收，就是那个古铜色的箱子啦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或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喜欢或是订阅，或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或是同学们看啊。